作新。动心天下心。欢迎好，市长，你好，是，而且子琛今天发片子，对，恭喜恭喜，这是我好朋友，他是180以上，然后小鲜肉都是我好朋友，其实我跟他也熟，他在我节目也混了很久，谢谢，他今天发国语专辑了，来来介绍一下，介绍一下，筹备两年，他自己抽象的，我也是他的粉丝，他上一张那个单曲我就有听。对了，那我认识你是因为 Number One， 你的乐器都国乐一流的。对对对，懂乐理，当歌是唱的不错。我的专辑名称叫《深呼吸》，然后里面是一首新歌，是，然后主打就是还有呼吸就爱你，这样子都跟呼吸有关的哈。空气嘛，空气啊。是，子琛今天他来不是只有带唱片而已，他们家哈是开羊肉炉，他是羊肉炉小王子，而且听说超有名的。那个时候就听他在讲，他是我们的。哇，对，他们都在讲，都还没吃过嘞。羊肉要做得好，要宅配，那要很有信心的。其实主要是急速冷冻了，就是马上煮起来之后放凉之后马上。进去冷冻库的，不用害怕。我今天难得带上来，我们来大家品尝一下。试试看，忍不住。这一定要的，这个台中大牙那边多有名啊！哇，你看看，那380，哇，对，看过的。这豆瓣酱也是你们自己调的啊？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是，这个是自己打的。嗯，肉真的好吃，可以吗？弹性够，不会糊糊哦，你吃吃看。嗯，很 Q 哎，吃带皮了。好甜哦！哎，它的羊肉真的好好吃，好喝。羊肉好嫩，地瓜可以吃，而且这羊肉吃的不会太老，然后因为羊肉是有 Q 度，吃起来非常没有，完全没腥味。我好喜欢这种汤哎，喝下去就浓浓厚厚的那种感觉，而且好甜，姜丝啊，嗯，好好吃，巨寒，有胶质。这个嘴巴黏黏的，对，大骨的话也可以吃看看。要拿那个吸管把那个吸上来。好好好，对对。但是因为是摄影棚，我们不方便在那边啃大骨吸啊。对啊，哈哈哈哈哈。节目的工作，哎呀，这个是啊，这个是高手。讲到这个，真的是就是我这个珍藏不露。我除了很会做衣服啊、缝亮片以外，其实我也还蛮会种菜跟料理。真的假的？真的真的真的。然后呢，我今天介绍一道就是这种挂菜，挂菜挂包哦。嘿，因为这个挂菜很特别哦。第一次看到挂菜，因为就是这个挂菜呢，绝对不会让你吃起来很苦，可是又有一点点苦，因为这是它的特色啊。然后又很嫩，哇！然后这个配合这个东坡肉，大家没有吃过挂菜挂包，对，它很像酸菜嘛，对，它不是那种重口味的，它能吃跟挂菜不会违和，不会，而且它挂菜不会苦哎，不说真的，这个感觉还蛮赞的，我觉得是挂菜，对啊，这个挂菜真的很甜，对。对，我以前超讨厌吃挂菜，真的颠覆了对挂菜的感觉。完全吃超苦的，刚好种的都很好吃。我以为刚刚是女生做，没想到是国际老师做。因为我们什么菜也不会猜，好像是服装设计师，哪有谁？巧手啊！重点，其实现在的服装设计师，因为除了生活很龟毛啊，然后连吃都龟毛，然后也一定要就是全部都要很健康。因为你在外面买的菜啊，你又怕农药过多。对，真的是。你吃的东西，比如还自己养鸡，有对对，比较养生。我本来。猪是要从南部把它运上来，可是要拖太久，我还要自己杀，自己杀，对吗？像现在庭长跟老师讲，他就可以办得到。原来是有机猪哦，还有猪血。哇，今天老师碰到这些都高手了啊！那我们进行我们的大厨小撇步。有的人写完答案还故意跟那起来慢半拍，结果你答案是一样的时候，你是少领的很多钱。来第一题，来马克老师，来第一题，米布丁。如果你偶尔在家里想做个小点心呢、啊，让家人崇拜一下，我就推荐你做米布丁。是，因为我们家里都会有米啊。对，没错。对，但是新手在煮米布丁啊，常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奶香味不够浓郁。奶香味。对，那其实它的关键是在米的前置处理啊。所以我就来请问喽，做米布丁的米前置处理要怎么样做呢？米先泡些奶油。有答案就给他写。米先泡牛奶。C 米用奶油炒过，给切好就亮了，切好就亮了，切好就亮了。哦，还好你们不重复，所以不然快慢就差了。这么快写 B 的理由是什么？以超，因为
我有做过一次，我是用现，我是泡牛奶给女儿，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一个。那我觉得不是炒过，炒过那个味道也不对，会弄不好会超会搭，又会有点油水分离这样。听听我们这边的暖男的解释，你就觉得你们写错答案了。前面两个选项都是用泡的，感觉应该效果会差不多。然后因为其实炒过的话，我觉得啦，会让米更吸收那个米炒更会香，牛奶也是不会做菜的，炒不会入味。而且那看起来那么白，根本不会炒。对，好，到底 B 还是 C 或者是 A 呢？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解答是 B。米。来，我们看解答影片。什么？米饭也可以变成布丁？今天教你把米饭做成米布丁。食材有白米、动物性鲜奶油、牛奶、水、冰糖、焦糖或黑糖蜜、坚果碎。首先将米洗干净，沥干。哎，我跟你说，布丁吃软不吃硬。一定要让米泡一下才行哟。将沥干了的米放进牛奶中浸泡一晚，这样才可以让米更容易软化、更入味哟。将浸泡一晚的牛奶和米倒入一个小平底锅，加入鲜奶油、牛奶、水、冰糖，以中火煮到沸腾后，再转小火熬煮15至20分钟。煮到米心软化全熟后就可以咯。煮好的米布丁冷却后倒入玻璃杯中，淋上焦糖或黑糖蜜，最后撒上坚果碎。哇，令人融化的焦糖米布丁就完成咯。欸，这到底是这点点看起来手续上并不难，要记住这个程序对不对？很简单。来，你们答对来来享用一下。谢谢戳下去，很绅士，他决定先让对手一提。对，真的吗？刚刚好像不是这样说的。刚刚我们呛瞎了。所谓的音乐是说，比如说万一超车没有算到12个小时的话，超算了没关系。最少要12个小时，啊，超过24小时是没关系嘛？对，主要是要它软化。这个跟我们传统吃的米汁的有奶香的感觉，而且会比较 Q， 是白米饭，好好吃哦。那小朋友好适合，太好吃了。然后因为我常常吃到很硬的，我就会生气，就觉得泡不够久。土耳其菜啊，土耳其菜，土耳其，这上面红红是不是？哦，这是蔓越莓。哦，所以吃的很营养又很健康，保护色物线。这个吃的真的是不会让你们垂头丧气，你看他们的表情就是。那第一道就上甜点了，我们大家满足一下胃。好，接下来进行第二道菜。第二道菜味噌青鱼。哦，这个是日本妈妈的那个便当菜。对，而且如果你有空的时候啊，可以一次煮多一点，因为它冷冻起来放呢，你随时想吃都会有，好方便。可是有的妈妈在煮的时候都炖煮的不够入味，对，那其实关键是在炖煮的方式哦。好，所以我就要来请问哦，要让青鱼味噌青鱼煮的入味，要用什么方式去炖煮呢 ？A， 表面盖餐巾纸炖煮 ；B， 表面盖锡箔纸炖煮 ；C， 不盖盖。可以写答案哦，可以写哦。盖子是盖，又不一样，不一样，一个 A 一个 B。我们又要赢了。你们想了半天，还是比他们快。为什么写表面盖锡箔纸炖煮？因为表面盖锡箔纸的话，它比较热，会反馈回去那个鱼肉的身上啊，对，有点闷的。对，那因为你表面盖那是餐巾纸，是不是？对。它的那个毛，它有毛细孔，那个热气会是跑掉。反而相反，我觉得餐巾纸有毛孔，它才不会让水蒸气又回去到鱼身上，就变真的了。对。而且很多锡箔纸它是你要放进去烤箱的，然后才把它整个封住。那其实是概念是不太一样。来。我们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解答是 A， 表面盖锡箔纸。是十万点颠覆了，完全颠覆了我的物理啊！好，来我们看解答，里面为什么用餐巾纸？哎，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味噌青鱼是我们的招牌菜，快来一份吧。今天的食材有青鱼、老姜、葱，调味料有水。清酒、味淋、黑糖粉、酱油、白味噌。先将青鱼切片，再稍微用热水穿烫，去腥10秒，
擦干备用。在平底锅中加入老姜、葱、水、清酒、味淋、黑糖粉、酱油，煮滚之后转小火，再放入青鱼，大约煮三分钟。取用一小碗白味噌，用锅里面的酱汁将味噌搅拌均匀，再倒入锅中继续煮。只要在煮的过程帮青鱼敷面膜，就会好吃哦。用厨房纸巾直接盖在锅中煮五分钟，利用这个方式可以让青鱼更入味，味道更均匀。炖煮五分钟后，将鱼片取出，接着淋上锅中的酱汁，放上姜丝、葱丝，这样就完成日本妈妈最爱的味噌青鱼。那个用卫生纸可能会溶掉，卫生纸会散掉，对，比较厚了。其实它餐巾纸的原理就是要让它有热对流了，因为盖铝锡箔纸它水蒸气会再跑回去，那味道就不够入味。我们闻到热之类的，要蘸酱汁，好喜欢。而且我们青鱼还蛮容易取得的，对，成本会买到，而且很营养，因为它 EPA DHA 的深海鱼很多，对，所以小朋友吃也很好，很营养。其实因为我们都常每天吃青鱼，所以每次都答对答案，哦，是这样子，真的是，我们吃都罐头了。对，而且其实我真的还蛮不爱吃青鱼的，因为每次都会觉得是太咸、太干，或者是很柴，会弄臭臭鼻。对对对，真的没有，这个都没有。超市的青鱼就是你要买薄盐青鱼去煮，不要买新鲜的青鱼去煮。我就他帮我们。对对对对，你要这一道菜要用薄盐青鱼煮，它那个味道会渗透的更快。稍微有腌制过的。对对，如果你买生鲜的青鱼的话，它那个腥味实在太重，味噌怎么烧都烧不进去。所以买错也是要腌过的，要腌过的哦。生鲜的青鱼哦。这道菜的重点你要买那个腌制薄盐青鱼，对对对，不能在那鱼市场买那个新鲜的青鱼，因为没有办法做的那么好。对，而且不会洗。我以为是用很多味噌，不会，因为我们一开始有烫一下，所以就把那个薄盐给烫了。那个肉都软嫩的，越听越饿，我再帮你吃一口。真的，这里有一碗白饭很嗨耶，他们那顿吃好饱，哦，肚子更好吃哎，真的吗？盖餐巾纸还会顺便保护这个青鱼，它不会散掉，好像把它 hold 住一样。是，最重要那个纸要能整张拿起来，如果卫生纸可能夹了就一定要用餐巾纸才行。对对对，接下来介绍第三道菜。第三道菜，春川辣炒鸡，看起来太美了。这个韩剧里面常常出现，哦是哦，好吃。对，而且你想想看那些韩星在吃，有没有？它那个香浓的气势啊，包括那个鲜嫩的那个鸡肉，它吃起来看起来不止吃啊，看就觉得很疗愈。应该现场先端的，宝哥先拉个气势感，它是滚烫。宝哥受不了。尤其像证明它是不是热的，是热腾腾。那请继续。对，我啊，肉很嫩吧？嫩。可是我们在家里做这道菜啊，有时候春川炒鸡嘛，我不小心都炒太久，过那个鸡腿肉都过老了。对。那其实它有个关键，就是它鸡肉要先腌过。对。哦，腌一个东西，它就怎么炒鸡肉就不会老。哦，所以我来请问喽，那你在春川辣炒鸡腌鸡肉要加什么才让它不老呢 ？A. 汽水 ，B. 醋 ，C. 芝麻油。这个是得理不饶人啊，40万还写那么快。这么有把握，我们很有把握。两位前面刚说做，我说他真的吗？那我就写了。他们写西施不想跟他在一起，就写西呢，还是说真的是就想说今天整天都不要吃？没有那个炒牛肉的时候，不是为了让牛肉不要老，也是会弄一点油，泡油。因为这种植物性的油是不是可以让那个肉更好吃？有可能。哦，所以他们现在后悔了。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解答是 C。单身这么久，还没找到你的名号和秀贤吗？
没关系，让马可欧巴教你最马西所有的春川辣炒鸡，让你边吃边看戏，疗愈你的心。食材有去骨鸡腿肉、姜、蒜头、洋葱、高丽菜、红萝卜、韩式年糕、葱段、起司片。调味料有韩式辣椒酱、韩式辣椒粉、米酒、味淋、水，还有秘密武器。先来调腌酱，在小碗里加入姜泥、蒜泥、韩式辣椒粉、米酒、韩式辣椒酱。少了这步骤，鸡腿就会硬到不要不要的哦。鸡肉要嫩，就是要在腌酱里倒入芝麻油，跟鸡腿肉一起搅拌，再冷藏20分钟，这样鸡肉就会超软嫩的哦。接着在平底锅倒入芝麻油，放入洋葱、高丽菜、红萝卜一起翻炒，再将腌好的鸡腿肉连同酱料一起倒入锅中拌炒，加入水及味淋煮滚，再放入年糕及葱段，煮到收汁，最后铺上起司片，等到起司片融化之后，超香浓的春川辣炒鸡就完成喽！好想吃哦！停了！刚刚我跟马可老师讲，这是韩国年轻的菜，对，年轻人爱吃的菜。聚在一起就有那种看韩剧的感觉，是啊，鸡肉嫩到就是完全一年后加上年糕，你看看多好吃，真的好吃，一锅就饱，气死！大家学这道菜可能要学一点功夫。好啊，他你们经过大家研究，为什么他不冰30分钟、40分钟、20分钟？郭哥，你这个问的很，说的很好，因为他30分钟啊，它油就会开始凝结啊，对呀，然后就变成一个盖子，太短又不行，太短就不行，又吸收不了，就20分钟刚好。那其实你腌任何油都可以。油脂统称其实都会把肉嫩化掉，是是，对对对。哎，好，谢谢马可老师，谢谢。所以那边是40万，这边20万，你们是 A 组了，进行 A 组40万奖金挑战赛。这里面就选全第20名了。我在，对啊，好，希望你们能拿奖。我们来一路加油，加油！我相信你，可以插话了。第一题，请出示3个答案选项：一、祖母；二、外婆；三、外公。请出题。长辈疼孙子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科学家研究发现，家中哪个长辈会最愿意花时间跟精力陪伴孙子呢？计时开始。祖母就是爸爸那边的，然后外婆跟外公是妈妈。我知道，我已经直接讨论就要剪了。你有没有问一下其他两位的想法？因为我有小孩，是。对。然后发现，我发现了以后就是外婆，就你妈妈最黏小孩。我妈妈就明明每次说要来我家来看小孩看。哎，我让我来看一下，莫名其妙他就住了3天，最高纪录就是住了7天。他从三峡，哦，那也算近了，也算近，就是车程大概30分钟。对，我很觉得应该是没有悬念，也是对，是你们有差吗？来，秘书讲，我们觉得是外婆，嗯，哦，因为。因为有一首歌，外婆的红屋。而且因为他们男生说应该是有研究显示应该是女生，就是阿嬷，就是其实妈妈的妈妈，对，阿嬷那边会比较疼外孙。而且我确实也是阿嬷带大的。那1到5万，我们要差几万？3万。好啊，3万。3万块就是外婆，对不对？嗯。来，请柬，请柬，外婆。3、2、1。就是我们台湾其实很多隔代教养几乎都是外婆在带，对，当然祖父祖母也有了，但比例上的外婆会比较多一点。对啊，科学家发现呢，宠爱孙子的程度跟基因遗传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小孩都会携带25% 的隔代基因，但这25% 基因又分别来自祖父母的、外公外婆的，其中又以从外婆那边遗传的特征最多。所以外婆更愿意花时间跟精力陪伴孩子。对，真的。第二题，请出示3个答案选项：一、毛巾架；
二镜子，三莲蓬头，请出题。请问浴室中的哪里最好要定期清洁，否则有可能会比马桶还要脏呢？计时开始。毛巾架、莲蓬、莲蓬头、莲蓬、毛巾架，哎，两个答案不一样，一个就毛巾架。艾比姐为什么觉得是？因为毛巾每天都要使用，然后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其实他们就说有人，我有记得我有看过那个报道，他说比马桶还脏。那如果是这样，国际老师，我是比较 prefer 莲蓬头，因为它一直喷喷喷啊，有时候会卡一些垢在上面，然后如果你没清，它就细菌越来越多。艾比姐说有看到报道，我印象中是毛巾架没错。对，陷入抉择。有抄吗？没有，没有抄，直接剪了。姐姐，毛巾架。三、二、一。哎呦，连着对不起，对不起，还有两道。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究显示，浴室莲蓬头的水可能比厕所马桶水更脏。哎呦，那我们每次还有我要回家立刻换啊，很近哎，我都拿很近在洗。对，我们都每天都拿。对啊，还要这样子，这样子，这样从头洗脸的。不过我们身上有细菌是正常的了哈，因为里头呢藏着有非结核分支杆菌，这种细菌恐会造成免疫力低下、肺部感染。专家建议，家中莲蓬头及软管应定期更换，或每三个月就拆下来做清洁。另外，每次洗澡前先用大流量的水先冲，拉开的冲这样冲，是浪费水，但是会比较干净一点。对啦，人在下面是李建明老师，是的，拜拜。哎呀，想不到这么快。第二题，请出示三个答案选项：一、穿着与外表；二、肢体语言；三、说话内容。请出题。单身人士请注意，当一个人能够引起他人注意并产生好感，最主要是被什么吸引住呢？计时开始。我觉得是说话内容，应该我觉得是肢体语言。我觉得是 A 耶。可是要头脑才行啊，光我觉得肢体语言可以很显露一个男生到底是不是贴心跟还是很低沟。可是我觉得第一眼可以引起注意哦。对啊，可是你如果没有内涵，你会讲三分钟就想打他。如果真的是外表很脏，然后看起来就满口黄牙，他讲话很有学问，你会想跟他好感吗？很多女生喜欢的艺术家是，对啊，不修边幅，对啊，其貌不扬的。就是肢体那种是落魄的帅不一样，肢体究竟是第一个穿着，那外表穿着应该也不错。对，有的男人不讲话就是那个肢体语言。你就觉得我帅，有没有甩头发？有多少小鲜肉都不讲话的，就肢体语言很帅。那那哪一个？我们第一个剪刀在你手上啊！不知道，你决定。我决定。你要选择的是？我觉得说话内容还是最重要。要不要剪？有人插话，来插话主持人讲。我们觉得是肢体，对不对？对，多少钱？你们差多少钱？下一万。好，没有自信。反面的你们比较有内涵。来，请剪，请剪。好，说话内容。三、二、一。鼓励大家做多你才有生意做。对，难怪我最近生意有一点业绩下滑了。你是老师哎，怎么没有注重外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的荣誉教授研究指出说，一个人是否能引起他人注意，进而产生好感，说话内容占7%而已。表达方式、肢体语言占38%也很高，但是相貌打扮呢，已经决定了55%了。哇！所以虽然有效的沟通可以把人带来良好印象，但大家还是第一时间会把外在的形象。对，你们会当然会喜欢帅哥，男生喜欢美女，这是肯定。人帅真好，人丑性骚扰。性骚扰。所以大家还是继续买衣服啦，好多买衣服。国际老师有点违背自己，我应该要鼓励大家注重外表，我才有生意嘛，对不对？没错。谢谢国际老师，谢谢。哎，接下来第三棒啊。对哦。对，刘志安他们更快吧，这一棒。那第二题，请出示三个答案选项：一、接飞盘；二、双脚站立；
三，跟主人握手。狗狗吧，来，请出题。有养狗的人通常会让狗狗练才艺，但训练哪一种才艺对狗狗最不好呢？是接飞盘不好吗？那嘴巴这样咬啊，或者双脚站立一直在练啊，或者跟主人握手，握手哪一个比较不好？对，计时开始。狗狗最伤的哦。他跟主人握手耶。你们都有养狗吗？我觉得是接飞盘，因为狗狗的膝盖会关节会非常不好，到老了会很可怜。脚双脚站立都一下下应该还好。对。握手他家都天天握的、啊。对啊，而且接飞盘有时候会把牙齿给打掉哎，然后会伤害他。又要跑，又要跑，又要跑，又要跳。你说他我有以前有养，现在没有。对。我弹跳很高，髋关节都会受伤。可是我觉得狗就是要多运动啊，那个运动太剧烈了，我觉得。好啦，我就接，其实我是觉得双脚站立，但是双脚站立一直都是这样哦。对啊，而且是很小的脊椎，好像也会伤到。A 组选择了双脚站立比较伤，来插花组请讲。我们也是选双脚站立，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养狗，然后之前医生就有讲过说，其实狗狗一直站立就是对，虽然他们只是站一下下，可是那对于他们，因为他们上半他们的脚都很细，你要分大小了，狗髋骨的小的还好，它的髋骨的那个骨窝的那个角度是不适合站立。对，那你刚刚还跟我们说接飞盘，因为我们不要我们要摸你啊，我觉得你们讲的很有道理，我觉得你们讲的也很有道理。应该解释啊，它弹跳，它本来狗狗就要训练，要不然你们在世界比赛一直跑，钻洞子有没有？弹跳比赛，但是它的训练呐，但是你不符合它的工学的时候，它这个是不对的嘛。站的比赛，所有的比赛都没有这个动作。对。可是你看很多人po影片很可爱啊，穿衣服给它这样。对。站起来。其实对它可能会影响很大。对。来差多少？一到五。3万。3万。来，请姐。请姐，双脚站立。3, 2, 1，志翰刚刚讲对了，由于狗狗的后腿构造和人类不同，使用双脚走路或站立时，人相当人类长期维持的蹲马步、深蹲这个动作，你能蹲多久？对不对？但是如果体重较重的狗狗或腊肠狗，膝关节和脊椎将会承受更巨大的压力，造成腰椎、髋脊关节的伤害。腰椎一旦受伤啊，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狗狗的排尿功能，甚至连狗狗四肢瘫痪。请避免不要再让狗狗长期这样站着，要训练。而且还有一个主人会罚狗狗罚站，那不行，不爱的时候让它罚站，常常要这样。那它的结构就是不行哦，你看慢慢它就是真的会受伤的。来，你看人类的骨，你那到老的时候关节的疼痛，这个膝关节疼痛很痛苦的。对，所以我觉得你上半身牙齿要顾好，下半身膝盖要顾好，你对你别人健康，不要下楼。对。第三题，请出示三个单选项：一、婴儿慌；二、物流人员慌；三、牛奶慌。请出题。世界上除了饥荒问题一直存在之外，请问哪个状况也是现在全球面临的危机呢？是婴儿慌，还是物流人员的慌，还是牛奶慌？好像都有。来，计时开始。我觉得现在物流业还蛮多的耶。我选婴儿耶，是怎么办？你是选婴儿 ，baby 不是吗？那你们 baby 蛮多的吧？人口的关系嘛。我觉得还是现在寄货的事项很多。好难哦，因为我觉得现在货运的人员太多了，没有。没有，我觉得现在不要生小孩，一定是婴儿啦。扫描就自己按了，直接就过去，还是要快递，很多人要亲送到家。物流。4、3、2、1。A 组选择婴儿慌 ，B 组插花组，请讲。我们选物流人员慌。但他不是说很多人在，就他不想要是来自一个。所以你也选择物流人员慌。我也觉得因为前阵子新闻很多啊，就是。内地那边还有日本那边，物流人员都非常的慌，而且找不到人。有无人机谁讲的？那个你说的，有自动轨道。他们就会送货送到压力很大，俩拱乱摔东西。对，那个
个像一一购物节的时候啊，那个购物网站，你看卖出那么多东西，真的没有人送，那个没有人送，负荷量，我跟你讲，负荷量，现在这三个答案一定都闹慌，对，但是哪个是最哪个才是最严重而已，你刚刚讲都有道理，牛奶可能也闹慌，因为现在大家不太养牛，我敢讲，那我们差两万，两万物流人员，是这个三个慌，哪个是最严重而已，来，金姐，金姐，婴儿慌，好紧张。3, 2, 1哇，白冰姐你还有机会吗？为什么你？为什么你说物流一定慌？因为大家现在讲究速度越来越快。对，我买卖东西是比价钱低嘛，他现在是比你看速度，你八小时，我六小时到。对，全世界都这样，所以慌永远都存在。对，但是呢 ，BBC 报道指出，1950年到2017年各国国家的生育趋势。1950年，一名女性一生当中平均生育4.7个小孩，哇，多，对呀，我们那一个年代的爸爸妈妈都嘛4个6个以上，我们都5个6个，对。然而到2017年，生育率减少至每名女性只有到2.4个，当一个国家女性平均生育降到2.1时哦，表示全球女性的生育率在下降。现在有半数国家面临的婴儿荒，没有足够的婴儿来维持人口规模，那婴儿荒会产生什么呢？就会像日本，你就会年轻人负责长照这个部分。对对对，你怕一个人照顾两个老人，这样分到一个人照顾4个老人，对，社会成本负担你会有。而且这样对一些青壮年来讲，其实我有很多经济上跟心理上的压力，因为以前。假设说我要养我妈妈，我有兄弟姐妹可以跟我一起分担嘛。可是以后万一人口譬如说。只剩一胎哈，对啊，要养。他真的自己赚钱不够养了怎么办？你不要再逼我生了，刚刚生完一个，没有啦。以前家里有4个兄弟姐妹或5、6个时候呢，几乎有人在外乡打拼，还有2个会留在家里照顾。对对对，然后生病的时候，但是你生一个，他到10几岁就要出来，你会变很孤单了。真的，今天晚上回去就生小孩，他等我。这口气一看就是骗爽啊！第四题，请出示三个答案选项。一，水的口感不同。二，杀菌方式不同。三，牛的健康状态不同。请出题。台湾的鲜奶通常比国外的鲜奶喝起来口感比较香浓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水的口感吗？杀菌的方式不同吗？还是说牛的健康状态不同？来，计时开始。是水的口感吗？为什么？我觉得是杀菌的方式。杀菌，因为最近我买牛奶就是有，还有一种牛奶特别强调是什么温度多少多少的牛奶，它是特别好喝。我觉得是水的口感，因为水哦，如果你用到好的水，其实蛮甘甜的，然后其实。牛奶喝起来也会好喝，我也觉得哎，日本的牛奶很好喝啊。因为我以前住在国外的时候，发现一样的茶，用不同的水喝起来不一样。七六，有插花吗？不插了，来，请剪。请剪，水的口感不同。我尽力了，宝贝们。喷3万，我们压力很大，因为刚好最近买到一个是杀菌。前一阵子我们出题目，牛奶价格呢，我们比香港、新加坡卖的贵。对，对，所以表示我们的品质还不错。对，台湾的鲜奶之所以喝起来和国外的口感不一样，最主要是与乳品厂商采用的加热杀菌条件有关系。在国外使用的加热温度不高，在摄氏72到75度之间，在台湾乳品厂则多半是以高的温度进行杀菌，高温会让牛乳当中的乳清蛋白构造改变，产生特殊的风味和浓稠感，这就是一般人所谓的香浓的感觉。浓醇香高温，所以我们一定超过72到75嘛，温度比较高，更香浓。对，来 B 组有23万，请就位。第一题，请出示三个答案选项。一红酱，二白酱，三青酱。请出题。意大利面对身体很好，但是酱料的选择也很重要。请问哪种酱料热量最高，最好少吃呢？计时开始。我觉得是白酱，因为白酱都是奶油煮。你们都觉得是白酱？没有，因为我不会做菜，但我印象中，因为红酱是用番茄，对，青酱是用那个罗勒，对对。可是青酱也有
用白酱下去变成，然后再加罗勒。真的吗？可是感觉白酱要很大量的奶油哎。我不知道，要不然你去做白酱，有加很多油。你们两个都选白酱，可是这是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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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在你手上，谁比较有做菜的经验？姐，你相信你？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我记得，你记得是什么？青酱，没关系。青酱好像也有奶油这些啊，对，没有，因为每次吃完的时候，你没有发现盘底留最多油的是青酱吗？哦，对，上面。因为我很少吃青酱，对不对？因为我常吃，我最爱吃青酱。哦，是不是那个？如果是白酱是奶油，对，白酱你反而不会留油。你罗勒，但是你那个液体，它就是用直接用油下去。好像要加，这个又要加上那个，对，直接加油下去打。红酱以绞肉炒散之后，加入蒜末。番茄丁煮，但是是比较健康的。但白酱多添加鲜奶油，以及鲜奶，以及 cheese。好肥。青酱是白酱加九层塔制成，它已经包含了白酱在里面。所以两者热量差不多，但红酱相比之下热量都偏高。此外，若是较高级的餐厅，青酱会用松子跟橄榄油制成的青酱，油脂含量。又胜过白酱跟红酱，松子。来第二题，请出示三个答案选项：一、屁味；二、口臭；三、狐臭味。请出题。热恋中的女子有福了，研究发现闻到男生的什么气味，竟然可以预防癌症呢？啊，三种哎。屁味。计时开始。30分才看到新闻。屁吧，真的是屁味吗？闻男生的屁味，我记得是。然后我朋友还分享，就说他说是防癌。我朋友还分享说以后都要放屁给我的 baby 闻，怎么？那男生相信他可以吗？那我们自己放给自己闻呢？对啊，不是防癌，是直接昏倒。效果差。还是是体味啊？我记得是体味。因为屁人人都有，可是不是人人都有。对啊，我记得是体味。体味。好，那你相信你自己？讲半天说我有看到，现在一说搞不混。对啊，你到底是屁味？我真的记得是屁味。屁味，屁味，屁味。我们，请解屁味。解。是吧？万一你应该是吧？我记得我看到。耶耶耶耶！发病的运气就是比较好的。可以可以可以。小心发病，就是我在帮大家防癌。英国艾希特大学研究指出，人一天平均放屁14次，当细菌在分解食物时会产生硫化氢啊，才导致放出来屁会臭，就是你吃很多东西在里面呢，嘎嘎的病会放屁嘛，那个屁里面有硫化氢，也就表示说吸了硫化氢可以活化细胞的粒线体，可以预防癌症，降低心脏病跟中风等风险，所以闻屁还是有好处的。天哪，这样你讲会不会以后都跟在屁股后面闻？是啊，这样以后到处都会正大光明。那干嘛？我自己不用塑胶袋把它封起来，然后自己闻吗？这个是新香，自己来安置自己。现在新的年代，男生有时放屁都会说哦 ，excuse me， 对不对？什么都不用讲，一放屁而 Thank you。也不用这样吧，这是一大福音啊！不然我们还要躲着放，有时候放还要屁眼夹紧慢慢放啊，还是现在可以大声放。是，来第三题，请出示三个答案选项：一、星期一；二、星期三；三、星期五。请出题。研究发现，学校发成绩单时，最好要避开什么时候给家长，以免孩童挨揍会比平时严重呢？星期一吗？星期三吗？或是星期五？计时开始。按照逻辑就是说，你礼拜几发？对啊，已经不是礼拜了。小孩回去会被打最惨。不会是礼拜五，因为礼拜五就放假，礼拜一感觉就放完假。因为放假，第六日父母整天跟你在一起啊，被打的机会就很高啊。可是因为安排出去玩的话，父母亲礼拜一上班回来已经很。已经很礼拜一就很阿脏，因为一跟三第二天爸妈都还要上班，只有礼拜五礼拜五回来以后看到成绩单，六日本来安排出去玩就不用出去玩，然后就在家里被打，也有嘛。那你相信？相信？我觉得是这样，相信，好不好？4 3 2 1，星期五。3 2 1
佛罗里达州研究指出，只有在周五发成绩单，孩童被打的情况会攀升。研究人员表示，惩罚过当原因是可能在孩童隔天不用上课，父母认为有伤比较不会被注意到，而且爸爸平常呢，平常日太忙也没有办法关注，就刚刚你讲的嘛。对啊，小孩不是在看他的成绩好不好，是要看他父母有没有时间，有没有空打他。你帮我打一打六日，那个淤青就散了，就没事。那你一三打，隔天就会被看到。对，哇，大小第四题嘞，哇，厉害哦，第二个。这题关键题了，第四题，请出示三个答案选项：一、美国华盛顿；二、澳洲坎培拉；三、加拿大渥太华。请出题。投票权是民主国家人民的基本权利，不过哪个国家的首都居民竟然曾经没有总统的投票权呢？没有什么意思？没有总统？曾经啊，好难哦。哦，他们不能投给总统？对对对，不能选总统。哦，是华盛顿呢，还是坎培拉？曾经没有。计时开始，总统。好，我觉得我应该澳洲或加拿大选。我也是觉得应该是加拿大吧。好，那就加拿大。加拿大是绿色哈。绿色，因为我觉得美国应该是都有，因为它是很民主。现在美国有是民众投吗？不是吧？是总统，总统是啊，不是议员他们，没有，是吗？不是民众投，真的假的？议员就是每个州去投一投，看哪谁领先了，是吗？不是人民投，人民太多了，不是人民直接投的，应该是总统。人民开不了。可是他说曾经，你刚刚讲是现在，现在哎，九，你相信你自己啊？七六，他讲不能讲。渥太华，加拿大渥太华啊！美国，对，我记得美国是美国，居然是美国，美国开国时13个独立的州当彼此相争嘛。开国先父认为说，要让立法中立，必须另外设立一个单独的地区，也就是有了现在的华盛顿特区。但是各州认为联邦政府容易在政府所在地选民的影响，所以因此当时夺去的所有华盛顿特区，你们不能选，其他人可以选。虽然争取回总统的投票权，但是对于国会代表依旧没有投票的权利啊，就是这个特区的人啊，他还是会失去某些。哇，要难了，真的太难，这了解美国史才有办法。对啊，可是我认为现在美国人也不是民众在投，不是说州代表吧？对，州代表什么人的投票者？对，所以后来才会发现说这样很不公平，他们试着要去改。让老百姓每个人都可以投。对，你看每次那个像希拉蕊，他总票数可能多过川普。对对。可是他的什么代表票没有？对，就对对。哪个州几票，然后几票？结果他总票数统计下来，他可能希拉蕊赢过川普，但是就不会当选。来，谢谢。好好介绍你的专辑一下。是我的新专辑《深呼吸》在11月30日已经实体专辑发行了。然后里面有收录11首新歌，然后大家可以去多多支持一下哦。欣赏子深的歌艺，谢谢。来，接下来我们送你的是我们的欧姆龙体重体脂计、百夫长的旅行箱以及侯丽爽软糖。好，欢乐智多星已经可以在 Fast Plus 收看喽，现在赶快下载，可以免费使用一个月哦。打开卫视中文台，欢乐亮起来。谢谢。